几个天凉快了。啊，几个天里边凉快。几个天也没一头啊，刮暗头，几个还是凉快。一个干事的，给他们去干事还不少钱。啊，干事。哎，兄弟，回来了。哦。哎，大伙儿都回来了。哎呀，我卖个肉吧，卖的快得很，我大的好强嘞。你这回来了，我都想开不住。听你说，还得给你开的。你看我办的活也不少。是吧，奶奶？俺奶奶愿吃点瓜，每个地方这个甜瓜不能少。没呀，俺这个甜瓜可甜的。没呀，大大地瓜。你看你家好像没得卖。俺东哥姥姥买一个，给俺叔叔姥姥买一个，一家一个。哎呀，你看你傻不傻？还是知道我家里家里个水管哎呀，我不是是哪是的啥我，我这是看我这样说的吗？我这说俺这孙子那啥呢？哦，听见了。哦，那也有一点嘞。说那啥，看你还可不？那可是的，真的。俺孙子不是说啥，俺老实。哦。爹爹说你老实，就是因为。我爹到那卖的可快的。是啊，大人都给我抢了，气得我拉一会儿我那抢光了。是卖多少？姐，卖的片反正也不少啊，有十块的，有五块的，有一块的，还有掉钢棒。姐卖的这可不少。是啊，那这还有钢棒嘞。钢棒家那个一个老大爷，家那个岁数大了，人家磨了蹄儿了，我磨蹄儿拿走，我是的，你是磨蹄儿给你了，是的，岁数大了都不容易。就是，我也没数，反正。该卖了七八十块钱了啊！卖不少，明天卖也吃不少。上交，你拿娃娃，不，你拿吧。你说娃娘，给你也跟俺奶奶这，俺家谁谁不要谁呀？谁你要俺奶奶有意见呗？啊，谁也不要，你给我。不，给奶奶。你好，我是的。你妈。现在伢你做的这大年纪的，你伢在家看，可给卖了。我说奶奶，不知道多少钱？你说你刚刚。刚才也涨价了。哦，我到那家用的岁数大了，家说便宜点吧。我说行，差几个是嘞。哦，差几个。你咋整的？自己的事嘞。俺这大年纪的，人家说要的再给你。就是我说你就是没钱，我也再给你呢，没事。是啊。我这个也看咱家岁数大了，送给伢的，是嘞。有用啊。这也十万。先把老弟俺爷爷奶奶在家吃。反正你到叔叔那看卖多少钱。我少买了你，我不少，看这堆都不少。不的，我这工作这也不的，我跟俺舅一样，俺舅做买卖，俺他是买卖不行，我是买卖也不的。老实老实的，俺这利息老便宜点，我这有啥整的买？这都叫啥外甥随叫？俺卖孩不的吧，卖孩不的，我也是不的。我这头一回接去这卖菜园的，不的，那做徒弟那也是一块钱一份。你谁一张一岁和谁年家是那啥多少？人家岁数表示啊，就是六十那样现在。不是，我已经是晚了，你就是那菜炸肉不一样。哦，你卖的多少菜都便宜。哦，就是你人老板也下来啊。那是恁卖的。那卖的菜了，你在家能买菜吃，是呗？我卖个菜是个四十块。你这有好外甥，有认识的，还有广东人。给你这个，没有。我发点条呗，给他。我有。俺奶奶高兴了，俺奶奶发点条呗。好，关门给俩人。你看，给我给你。我不要。给你点嘞，我说你拿吧，你俩人。我说我要。啊，过了，俺奶奶要点儿去了，俺奶奶。你发条呗，我说嘞。这拿掉俺奶奶。小心弟弟，弟弟。俺奶奶第一个，看着啊，上个地方就是卖这个钱。这个地上我有照这个卖的，人家这边这个就是好吃啊，就卖这个，就把电池吃了。你把电池吃了。卖了嘞。哎呀，今儿还这么快，你看不大会都回去了，出来。我谁呀？干吗？我谁呀？我叫你都干夜是吧？我这个上，我开不开？照呗。走走走，还真会。哎呀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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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玩意儿真给你弄中了。你不往，我上去了，你上去。是吧？该。
吃完了你再唱吧。你那个别的。好，买点玉米吃。白点儿，一家白点儿。我来了，这不。站长。拿出来，我不中。我光来这就你，干了。吃完。好吃，吃完了没？好吃。嗯，你是白活。哪个地方？我让问一下，我让问一下。俺那个月是这个，每个地方老丈人给你少买点，吃没了白买。那几天月底是不是？谁知道都能买。这是我点个地。你俺这也是说话的聊的。哦，这个也不是很硬的，这个一片面糊糊的面片吧算。